看一下。好，听问题一，你住哪儿？我正在住在北京，正在不能说，不我能住说，在北京。我住在北京，那对。可以说我生活在北京。也可以，我生活在北京，但是这里主要说的是你的场所，所以呢，生活主要是一种表示情感的，说一些情感的或者关于你的故事，关于你在北京生活的一些事儿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生活，但现在主要的是你的地址，你的具体场所，比如说北京朝阳区，对吧？就这样啊，我住在北京朝阳区。OK，好，这是住的地方。你你住家在？在几楼？我住在，我想想，哎呦，我忘了，想想，呀，你家几是。楼？Which floor？别笑啊，12号楼，不是那个，不。12楼，对，12层，我家在12楼，非常好。我家在12楼，你们这栋楼一共有几层？一共有几层？那个在我的层，你的意思对，是？一共你的楼这个哦。building 一共有几层？一共，floor，十二层，12层，一共12层，对的，我最高的，所以你住顶楼。最顶的最上面的 top，你住在顶楼，住在顶楼，我住顶楼，对，我住顶楼，我住在顶楼，OK，好，好，我住是顶你楼，吗？我住在14楼，哦。你跟我高，对，但是我们这儿一共有16层吧，好像一共有十六层，一共有16楼。一共有16层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你们单位几点下班？单位什么意思啊？对，这个就是你工作的地方，你的公司，但是你不是在公司，对吧？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，就是用这个词语来说的，一般不说公司，或者你有具体的公司会问你们公司几点单下位，班，但是你不是公司，对吧？所以，像学校、医院、公司等等，只要是你工作的地方，就说单位。单位等单位，于工作的地方，地方，工作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现在明白了。对，一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都会用这个词语，但是这个是有这个地方的一个关系的，好。你们单位几点下班？我们单位这样回答，我们单位。我们单位8点半下班。8点半，真的？对的。那今天现在几点？现在你为什么不在？你为什么在家现在？哦，我都我五的对，点半吧。我错了，下班对，是下班是。五点，下午五点。对，五但点。是我今天加班了，所以呢，我6点半下班了。今天，我加班了。今天下班下得晚。下班。今天下班下得晚，说一遍。今天下班下得晚。今天下班下得晚，这样的。今天下班下的晚，晚就是 later，有点时间。本来计划是五点，但是今天6点下班了就晚了，对吧？就下班下的晚，就是加班了嘛，对吧？对的，加班了。加班了。你们加班吗？常常加吗？还是偶尔？我想想，我1周2次加班。1周加。2次，班，对的，哦，一它周是加离两合次班，词，对，加对是对对，动词，班是名词，所以2次要放在中间，1周加2次班。
哦，星期几和星期几加班？星期周二、周四。哦，周二、周四，你一个人吗？对呀。一个人加班。还有别的人，嗯。我不太那个清楚谁加班啊，不那太天。清楚，非常好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的，嗯，有几个？有三个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怎么说？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嗯，姐姐。哇，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哇，你家好大，那你是最小的。我最小的，对的。哦，有两个哥哥，他们照顾你吗？对呀。嗯，我是老幺，你可以照顾，take care，关照心顾。你啊，比较帮助你，在生活上给你很多帮助，保护你，爱你，照关心顾。你的生活，这就是照顾。我姐姐就不照顾哦，我，我姐姐不照顾我。那哦，是我这样姐，的。小时候他们打我，现在他哦，们照顾我。跟我一样，但我姐姐小时候打我，现在也不照顾我，嗯，非常好，小时候打你，长大了照顾你，非常好，照顾。那你照顾他们吗？我照顾他们，哦，也照顾。我最近那个发送一个不是快递，那个不是外卖，叫什么包呀？裹不是快递发货啊，是不是？包裹快递一包样货，的，一样的没关系，可以说包裹快递一样的。你给他们寄了一个快递，对的，寄了什么礼物？就是中国的吃的，好玩的东西，因为啊，他们都有很多那个孩子，所哦，以有呢，很多孩子，有几个孩子？哥哥有几个孩子？哎呦，那个大哥有两个孩子。二哥两个孩子，姐姐三个孩子。所以这个快递、这个包裹里都是孩子的东西吗？不是都是孩子，那个有妈妈的礼物，哦，你给是妈这样妈买了什么呀？的。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，这个衣吃服。的、穿的啊。那个冬天的时候，你那个穿啊，在你围的，巾，对的，嗯，围巾，围巾，围巾对，就是绕在脖子上的这个，对对的，吧？但是这嗯，个围巾是那个一个。漂亮的那种薄的，我服了。漂亮的那种围巾，不是厚的。对，这个是漂亮的，很贵的，所以啊，呢，那就是丝巾。丝巾，丝这巾。个丝巾呢是比较薄的，这个围巾是为了防寒，太冷了，所以要戴的，这个叫围巾。但是丝巾是为了漂亮，丝巾是为了漂亮戴的，这个女生戴的这种就叫丝巾。所以呢，冬天的时候我们一般戴围巾嘛，因为是冷嘛，对吧？那丝巾是我们为了漂亮。为了打扮，为了好看，我们戴的这个叫丝巾。给丝妈妈巾、买了围巾还是丝巾？围巾，这哦，个围巾是围那巾个，，OK，围巾。哎呀，就是你冷的想，时候，冷你的时候想，用的，OK，对吧？对啊的，你知道，那你给你妈买了一个围巾，一在我般就老是买家，丝冬巾。天很冷，所以呢。哦，好，给她买了一个围巾。现在北京卖冬天的东西吗？现在北京卖冬天不的是东现西。在买的，啊，那以个，前买的。对的，以前买的，现在一起寄过去。因为那个之前没有机会那个发送东西，现在啊。那个，
之前现在没我机会嗯，寄，不是发送，发送是我们寄 WeChat 或者 email，但是我们这个要用寄包裹，没寄，机会啊，之前没机会寄，嗯，寄包裹。寄，到要几天才能到？嗯几你的天包才裹，能到？2个星期差不多，两个星期就到了，多少嗯，钱？两个星期就到了，多我少想钱？想，邮费？那。邮费是多少？我觉得500块差不多，哦，差不多几公斤，八百，公斤，八公斤，啊，有点贵了，八公是斤，呗。有点贵了，八公斤500块有点贵了。其实我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是去你的国家比较贵吧，我觉得200块我可以搞定，200就够了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租房好还是买房好？哈哈，这个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如果钱够可以买房子，那没有钱就可以租房，好。如果是这有样。钱，钱够，说有钱比较好。如果有钱，买有钱房比较好。比较好，对的。如果没钱，租房比较好。好，可以说一遍吗？好的，如果有钱买房比较好，如果没钱租房比较好。非常好。租房的话有什么好处？你觉得租房有什么好处？租房那个，我想想，那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可以放啊。哦，可以找房子，离你的工作近。如果你知道那个，如果我换工作，那我就能找房子，比我的新工作近。租房计划可工以。单位比啊，单位近的地方，第一，租房的话，租房的话，可以选选择，就是choice，离单位，选择是不对，是？选择，是的，离单位近的地方，离单位，刚才说了，单位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嘛，这个就是它第一个好处，可以读一遍吗？好吧，第一，first，即租房的话，可以选离单位近的地方。租房的租，这个 tongue，你的舌头不是主，租，租，租，对，租房的话可以选离单位近的地方。再说一个好处，第二个好处是什么？再说一个好处。第二个好处，我想想，那第二个好处是没有钱，那个也可以找那个住的地好的方。地方，好的地方，对吧？好一点的房子，嗯，没有钱也可以住好一点的房子，没有钱也可以住好一点的房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要说，是的，好，那可以读一遍吗？第二。第二，没有钱也可以住好一点儿的房子。哎，对，住好一点的房子。好，这个就是租房的好处。来，你们国家有多少人？
你们国家的人口有多少人？一共？我靠！我想，你根本不关心，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你现我在觉查一下，你查一下你们国家有多少人？得，你找一下，你们国家有多少人？请等会儿我看看，这个数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你用先说数字吧，比如说哦，五六七八九，这样一个一个说五，出来。这，145，145，478，478，097，097。哦，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哦，还有吗？还没有，什么？结束了，说完了，这个就到期了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没就是，了，结束了，对吧？这儿是，先说一下，这儿是什么？八千，对吧？这是8000，对的，八千，然后这呢？七万，七万八千。然后这儿呢？17万8000，47万8千，十七万，到这儿呢，47万8千到这儿呢就到百了，对吧？五五百百四四十十七七万七，对，八七千，八千。那又这个往前一个呢？不知道，4547万8千，这也是千，4500万，四千五百万可以这样说，四千五百万。四那千五百在万，千万的前面，就是一亿四1亿。千，我还是写这个吧，1亿4500。47万8千，47万，47万，这样子说就对了，1亿4千，1亿4547万8千，可以说一遍吗？好吧，我试试。1亿4千5百47万8千，以后你可以说就1亿，1亿。对，1亿就 OK 了，1亿4千。也可以减1亿4千，1亿4千多，1亿4千万就一亿可四以千了，万多。1亿4千万简单一点，1亿4千万，中国人呢，14亿对吧？中国人十四亿，14中国亿，人十四亿，这个亿你就可以记住了，1亿4千万，1亿4千万，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你谈过几次恋爱？谈恋爱知道吗？你谈过几次恋爱？恋爱是女 fall in love，朋友，对，relationships，你的女朋友有几个？以前？1千4、7万呢？不，对什么对对。47万？什么？别笑，疯了吗？你们国开家玩的笑女了。人都被你吃了。好，我什不么？知再说一道遍。10次、20次，不知道。怎么可能有20次不这么不不不不不，多？没有，我觉得5次，不，我谈过正四常一次。点，我谈过5次恋爱，没有说你睡过。不是你睡过，我跟你 not sleeping 哈，不是睡觉哈，OK，只是谈恋爱，就正常的 relationships，OK，哦，是这样的，那就正是常的不是不正常的3次。，OK，好。来，你谈过5次恋爱，OK？好，好吧，你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？我喜欢女人。哦，我喜欢女人，OK？我喜我喜欢女欢人中国女，OK？OK，人。
肯定喜欢中国女人。你最想收到什么礼物？礼物知好道的，吗？我读一下，我最想收到什么礼物？你最想收到什么礼物？一个包包。哦，包包，想名牌包吗？很贵的包包吗？对的，我想要一个我想要一个。名牌包，哇，明读白，一遍。不，名牌包啥意思？名牌就是那些很贵的，Louis Vuitton、Chanel，不是呀，不是啊，只是普通的包包。不是这个。那你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要一个孩子，宝贝，那个，宝贝，你想要一个宝贝？你刚才说我听着宝宝，不。宝我错了，贝，really？是吧？是的，哦，我想要一个宝贝，我想要一个孩子。哇，这好，我想要一个孩子，这一般都是女人说的，这是女人是说。吗？男人为什么想要？男人都是我不想要孩子。哦，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都行。那哦，女孩，我想要女孩。哦，想要女孩儿，你觉得这个年纪是适合养孩子吗？现在这个年纪，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这个年纪适合养孩子吗？你现在这个年纪是什 Age, 么？age, your age。适合。你的年纪对，我觉适得合养是。孩子吗？可以养孩子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以。嗯我30多。哼，嗯哼，我觉但得挺嗯哼，适合。对，听说你们国家14岁就可以结婚了，对吧？女我孩不知14岁就可以结婚了啊？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看过你们国家的法律，你们那我国家没十听四岁说。就结婚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那我哦吼。没听说，有人那个结婚了，十四啊，岁。那一般多少岁结婚你们呢？20多。啊，也是20多岁结婚。二十多，嗯哼。我觉得那个大学毕业了就可以。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，就可以结婚了。大学毕业就可以结婚了。但是很多人都害怕养孩子，比如说我觉得养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对，没错。我自己觉得养孩子非常辛苦，你要很多时间，也还要很多钱，要做很多事儿，所以我觉得养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，嗯哼，所以只是一个愿望吗？还是真的有想要这样的计划？对的，真的也，我真的想要。那想这个要孩是子。你说。你的问题是你的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你的哦，问题你是？为什么觉得困难？不是，你的问题是我最想什么礼物？那哦，对我就，OK，告诉你，想养孩要子，一个孩子，对想的。要一个孩子，没有想那么多，没想那么多。我的年纪适合或者难攻不难攻，这个是其他的问题，我知道，嗯但是这个是一个 big topic，哼，OK，对，那可以这样说，我想要一个孩子，没想那么多，可以这样回答，没想那么多，那就么多简是吗？单的，我想要一个孩子，没想那么多，
哦，嗯，就什么计划呀，难不难啊，都不是你考虑现在你想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没想那么多，所以对有的。时候，你只是做了一个决定，只是说出一句话，或者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你就可以说没想那么多，没想那么多，没想嗯，那么多。对，没想那么多。好，非常好，下一个。这个，你喜你欢？喜欢在家看电影还是去电影院？在家看还是去电影院看？我都喜欢，哦，都行，都喜欢，都行，对嗯，的。都行。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怎么说呀？那个 daily，这个是那个日每天，常，daily 日常。日常我觉得，在家看电影就可以就行。那周末，周末，对的，周末或者那个，跟朋友、跟女朋友、跟谁谁，就那个，最好的是去那个外面看电影。OK，好，明白了。对嘞，在这里说平时比较好。平时对的，平平时时在在家家。看，约会的时候。Date，对的，好，约会的时候去电影院比较好。可以全部读一遍吗？读一遍，嗯都行。哼，嗯，平时在家看，约会约的啊时候。约约会的时候去电影院比较好。嗯，再读一遍，有一点这样的啊，留力一点都行。平时在家看，都行平时在家看，约会的时候去电影院比较好。约会的时候去电影院比较好，嗯，很好。谢为谢。什么现在同性恋越来越多？为什么现在同性恋什么意思？Gay lesbian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越多。来越多。为什么现在 gay 会越来越多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，跟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关系吗？那我见面一个，我会问问他，你们 我为遇什么这么多？到他们的时候，对的，我我遇会到他们问的问，是。嗯，我遇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会问问，再说一遍。我遇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会问问。嗯哼，你们国家同性恋多吗？我觉得不太多，不太多。那你觉得不知中国道，同性恋多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见过他们吗？我觉见过得吗？坚果，对啊，中国很多同性恋，对吧？都很开放的。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，主要是社会比较，哎，社会越来越开放了。社社会会什么越意思？来越。Society，社对吧？会，我不知社道。会，Society 越来越开放，开放知道吗？Open，Open，开放了。嗯哼，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了。开放了。嗯。我不知道开放，我知道打开。的打开只是东西，嗯，但是开放主要是思想或者是关于一个地方跟外面的往来。比如说现在80年代的时候，
中国1880年代1980年开始就开放了吗？那个时候中国就开放了，在这个之前中国不开放。嗯哼，所以开放呢，第一是指思想的。比如说有的人，有的女孩比较 open，有的女哦，孩就不是很，怎么说你他？很开放。哦，你很开放，你很开但放。是但是你。这句话有一点，其实有一点冒犯。冒犯其实就是冒犯，知道冒犯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可以说哈，冒犯就是有点不礼貌。A little rude，有一点粗鲁。不礼貌，就冒犯。冒犯是一个动词哦。有点冒犯别人了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突然问你，你的工资是多少？你收多少？你有多少钱？这种问题是有点冒犯的，就有点不礼貌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说这句话，如果这个你们的关系不是很好的话，你很开放，这样说的话有点冒犯，有点冒犯，明白了吧？那怎么说那个礼貌的那个话，怎么说你开放？哦，就你很会玩儿，你很会玩。你很会玩儿，你很会玩儿，这个比较好，就你比较有意思，这样比较活泼一点儿，对吧？你很会玩儿，你很会玩儿，很会玩儿，这个知道吧？你很有趣儿。对，你很有趣，很活泼，很活泼，还有很健谈。都可以，这些都比较好。健谈是他聊天儿，聊天儿的话很容易说很多话，很容易和他聊天儿，他总是有很多的话。这样的话就可以说你很健谈，你很会玩儿，你很活泼，你很开放。这样的话呢，一般就有一点，太 open 的那种感觉。毕竟因为是亚洲人嘛，不像美国人那样的，所以就比较这个一点。OK。好，可以了。所以还有这个开放的话，你也可以说，如果对方有一点不太想说话，有点紧张，a little nervous，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放开一点儿，放放开一开点一吧。点儿，可以这样说，放开一点，就别紧张，relax，你可以跟我说很多话，这个。当然，你可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跟女孩子说。如果你跟她喝酒的时候，她不想喝，或者是只喝 a little，然后你就跟她说放开一点，OK？好吧，我试试。relax，放开一点。当现在我和你聊天也可以啊。我们的问题有一点点，比如说你喜欢男人还是女人这样的问题，有一点点冒犯，但是放开一点才好玩，对吧？可以这样说，放开一点。放开点儿，OK，放好吧，开一点，所以有这的个人就是放不放开，开点儿。放不开就是那种比较不好玩的女生，不好玩的女生，不好玩的人就没意思，这种人就是不说话，也不喝酒，也不开玩笑，就是放不开。你很放得开，你很放得开。我很放哦，得开。对，你很放得开，你很好玩啊。我很放得开，就这样说，我放得开。老师，你呢？如果是我觉得性格看对方的性格，我和你聊天我就放得开，但是如果我和我的老板在一起，我和公司的人在一起，我放不开。对，跟公司跟同事在一起，我放不开。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自哦，那由，我觉很小得心。很多人是那个这样的，你知道，对工作人那个。对同学，同事啊，对同事那个态度，是这样的，不放不开。对对，同事放不开，对朋友放得开，可以这样说。对同事放放不不开，开，对朋对友朋友放得放不开，开，对对同事放不开，我就是这样的。那你对同事放得开吗？
差不多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你很聪明啊，所以你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很聪明，我就觉得你是其实对那个 relationship 是是吗？对，嗯，非常有办法的人，有，谢你谢，谢的谢老 EQ 很高哎师，优秀，优，EQ 秀。和 IQ 都很不错，对吧？你的 EQ 和 IQ 都很高，所以你可以掌握得住这个感情，但是我的话有点分不清楚。嗯，这个很差我的 EQ 很差。OK，下一个问题，你是这个同志吗？这有个冒犯的问题，同志，这个，通知是什么？嗯哼，其实没就是同性恋，一样哦，的，以前就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同性恋。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社会主义？俄罗斯和，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知了，道，中国是对社的，会主义吗？对，通知同志，怎么说俄语这个词？，товарищ。Tovarish 怎么会是这样子？这个，Товарищ. 就以前会说，什 Товарищ 么什 Бобо. 么 Наташа Товарищ 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中国也对一的。样，这是以前社会主义的时候说的同同志对志。一个称呼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它的意思就是同性恋。哦。嗯哼，现在已经因为大家不用了嘛，这个同志。同志。只有年纪大的人才会觉得他是这个社会主义的那个先生小姐的意思，但是现在的话呢，他是同性恋的意思，就 gay。你是 gay 吗？这个是很有礼貌的。那用英文就 Are you gay？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嘛，对吧？在中国也是，你是同志吗？嗯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 gay bar，那些同志酒吧，同志酒吧。同志，还有什么同志公园，同不志会们。有，就他们会进去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如果你不是的话，嗯哼，所以这个问题是你是同志吗？你要怎么回答？不知道，我没试过。哦，哇哦，你很放得开，不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不是。哦，我不是，这样说就 OK 啦，不然的话别人会误会，我不是。我不是。嗯，我不知道的话呢，就是对自己的这个，我不知道我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这个不清楚的意思，明白吗？所以那就不是 I'm now，我确定我喜欢女人，我不喜欢男人，就这样，我不是，嗯哼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同志，OK，好，知道了吧？同志这个词语就是 gay，同性同恋的志。话呢是比较正规的，就是你要严肃的问别人的话就是同性恋，OK，有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对，OK，我的问题是，这个"同志"这个词我知道。那我觉得，有人叫我可以说"同志"警察，可以说"可同志"警以，可察。以，警察同志，哦，警察同志。可以说，可以，但是就是这个问法，前面是。如果别人只是同志你好，这样的话呢，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称呼，先生小姐的意思哈。但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，是前面是我是同志，我不是同志，有是或不是，那这个意思就是 gay，只有这哦，个时候也他是 gay 的意思。明嗯哼，白了。对，一般你看同志酒吧、同志公园，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。但是警察同志，什么什么同志，那个就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词语。嗯，OK，好，明同白了。志，来，你会游泳吗会的。？OK，你喜欢看电视吗？喜欢。嗯，你喜欢什么电视节目？哦，都行。喜欢那个《Harry Potter》《Lord of the 哦，Rings》哈是利这波样的，特，《Hobbit》。哦。哎呀，这是，什么？我听你说《哈利波特》是不是《哈利波特》？我是不是听见《哈利波特这个是你不喜欢你，》？我不明白，行，因为我周围的人，其实我小时候很多人喜欢《哈利波特》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，我不没办法喜欢，我不明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受欢迎。嗯。你。好吧，你没读书是不是？我没读书，
我怎么没读书？No, 你是 no, 说《哈利波特》的小说吗？对。没有看过，但是我看过电影。我行。看过电影，但我没有觉得它有意思，真的。我没有觉得它有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周围的人都很喜欢，从《哈利波特》一、《哈利波特》二、《哈利波特》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都看了，但是我看了《哈利波特》一，我就再也不想看了，而且我也不喜欢看电视，我觉得看电视浪费时间。哦，行。我不喜欢看电视，我觉得看电视是浪费时间。看电视浪费时间，我觉得看电视浪费时间。当然，学习语言的话，学习语言的话，看电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学习语言，哦，看对，电视是的。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学习语言，看电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那你看中国的电视吗？对呀，看多看，看了什么你？我不知都免费的看，你这都看，你听得懂吗？什么免费的电影就看吧，哦，那听得懂吗？不太听懂。但听不太是懂，不太懂，听不太，听不太懂，哦，不太懂，听不太懂。100%？30%能够懂吗？30%有吗？25%我觉得，20%。其实电视还是画面的话可以看懂，但是，是这样的。I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movie. If it's about like some cultural movie about old China, like Ming Tang dynasty, then most of it I don't understand because the language they use kind of this old language. But if it's like some kind of easy movie about friends relationship, then 我觉得30%到40%。古装剧，那个也可以说是历史剧吧，但是现在都是假的 history，不是不那些什么明啊、唐啊的那种电视剧，其实已经是假的 history，fake history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是古装剧。古古装装剧，剧用的汉语有点难，古装剧的汉语有点难，只有10%，10%，只有10%，好的。古装剧的汉语，古装剧哈，那种电视就是古装剧，但是中国最喜欢拍古装剧，对吧？中国人最喜欢拍古装剧，那个你觉得简单点，现代剧，哎，现代剧或者现代戏都可以哈，现代。现代 modern 就现代的这个现代剧的话，好懂，这样简单一点，好懂，it's 我懂。easy understand。现代剧好懂。OK，好，下一个，你喜欢的电影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什么？我有问题，那个，什么？I so bad with names, can't remember names。哦，想不起来，就这样说。对的。想不起来，想不哦，起来，叫《哈利波特我知道，我最喜欢的是，那个我看过，哎呦，Lucy 西路那个。》。你查一下吧。说一下，帮这助个你想是，起来。旅游的旅 and 西是西东的西，东西的西，吕希，我不知道这部电影，是这这个个是吗？那个一个是，哪个国家的电影？这个是中国的那个最有名的。是，一个是 One Monk
traveling across China, going to to India. He has Monkey King. He has 3个4个妖怪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？算了吧，西游记吗？你说的是？《西游记》maybe，我不知道。maybe 就是《西游记》吧，因为对只对对有对。这个唐僧他们往西边去印度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是这个是这那就个，是《西游记》了。《西游记》《西游记哦，OK，好，《西游记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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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不是电影，OK，它是电视剧。OK，有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》。是 HSK 4书。Oh my god，你看完了吗？没看，对对对对，这个 HSK 4上看完了。哦，看完了，是呗，看懂了吗？看看懂了懂了，吗？看懂了，哦，都看懂了，看懂了，不是都看懂了，看懂一一点家儿，这儿一家那儿看看懂懂了，一半，看懂一一半，半，一半有吧一半，？Half，差不一多，半有吧？嗯哼，好，你多高？我好读，土。这个是 question 啊。幺一八五，米，1米8是什么什么？一米八吗？你一米八，这个吗？1米85，哦，1米85，really？185，1米85，但我看上去你根本没有1米85，对不起，哈哈哈。你好，你有多重？斤或者公斤？公斤。公斤85差不多。哦，85公斤很重，是吗？哦，很重，很重，我不知道哎，但我觉那得是很你重。呢？看上去不胖，看上去不胖，不胖，但是很重。OK，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是什么？你做过最。最勇敢的是，我想想，最勇敢的，我觉得来中国，哦，来中国是最勇敢的事。哇，来中国是我做过最勇敢的事。结婚是不是最勇敢的事？来中国是我做过最勇敢的事，这个挺厉害的，可以说一遍吗？来中国是我做过最勇勇敢的敢事，的事。哦，非常好。你擅长什么？擅长什么意思？对，擅长就是你做什么做得最好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游泳游得很好，这个不是爱好哈，爱好是你喜欢，但是擅长是你比别人做得更好，你比别人做得更好，你有天赋这样的。比如说你生下来就游泳游得非常好。或者是你画画画得很好，我擅长游泳，我擅长，我擅长，我想想，我擅长喝酒，真的，哦，我擅长喝酒，你喝多少？你能喝多少一次？最高最多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你容易醉吗？那你容易醉吗？Get 如 drunk? Easy? 没有哦，不容易醉。不容易醉，哦，你能喝多少啊？喝 depends 喝是什么什么喝什么喝啤酒喝 Vodka? How about vodka? 你的那个 vodka 伏特加？我不太想喝 vodka。那这个不，如果是 vodka，你一瓶可以吗？一瓶 vodka 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一瓶 vodka 不醉，一瓶 vodka 不醉，哇！一瓶伏特加也不醉，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一瓶伏特加就是醉，然后醉了，什么呀？到了，下次。嗯，一瓶伏特加会醉，那啤酒呢？
啤酒。啤酒还行，可以。我喜欢那个和啤酒和那个韩国的那个soju。哦，烧酒。对的，烧酒，多少？你能喝多少烧啤酒？酒烧酒哦，一啤起。酒和加这个烧酒加啤酒。哇，你对怎的。么知道这种喝法？啤酒、炸弹酒、炸弹酒、炸弹，啊，这炸弹种酒。酒叫炸弹哈，一般就是别的酒就是混在一起，哦哦，嗯哼，mix，那这种就叫炸弹酒。因为我觉得在韩国很多人喝这样的，哦，对，韩国人很喜欢炸弹酒。那个买一个冰块那个杯子，然后呢，加啤酒加 soju。哦，yes，对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电视知道的吗？还是你来韩国的时候看过？对的，我看过有很多朋友，他们之前住在韩国。嗯哼。所以你知道韩国人喜欢炸弹酒？那个我，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小 kind of yogurt like a milky drink called Yakult 知道啊，我喝过。你加那个加这个，在那个买一个冰块的杯子，然后呢加这个 Yakult 加 soju，是这样的喝。哦，烧你喝过酒。吗？我其实不喝炸弹酒，因为头哦，会疼。我是啤酒，我大学的时候我喝炸弹酒，就是这种 mix。吗？但是如果乱七八糟的这样的哈，就是加你刚才说的那个牛奶一样的优乐乳、烧酒、啤酒，我不喝。因为这个对身体不好，很容易吐。很容易吐，很容易吐，知道吐吗？哦，对的。嗯，很容易吐，所以我一般不喝这个，我喝纯的，纯啤酒，或者是纯烧酒，或者是纯的，哦，嗯，我就喝纯的就是100% 这种，pure。对，我不喜欢 mix。mix 的话，我也喜欢纯啤酒。嗯哼，所以那种对身体不好，嗯，也少喝了。这个只是玩儿，不是喝，就对身体不好。嗯哼，你喜欢一个人喝酒，还是和朋友一起喝酒？和朋友一起，我哦，不会一个人喝。但是我看到你经常一个人喝酒啊。就是我第一次。OK。我其实我更喜欢一个人喝酒，我真不能。不理解一个人喝酒。对的。我小时候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朋友喝酒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喝酒就只是一个人喝比较舒服，我不喜欢玩儿。OK，好，不理解就 I can't understand。